今天又到了三十个马达，本来是想着在直播间教大家怎么做马达音响，没想到直播间里的人都起哄，教我把之前用二十个马达做的音响改成四十个试试效果。我想着试试也不是不行，所以就一边直播一边改了，还像之前那样打好孔位，用热熔胶固定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把两条喇叭线并联接到蓝牙驱动板上，接完打开蓝牙，连上驱动板，试试效果。听啊，注意听，来了。应该是四十个马达功率太大，十二伏一安的电源带不动，所以我们换成一点五安的试一下。拆掉十二伏一安的电源，换上新电源，重新测试。感觉好像摩托车排气管丢了的感觉。我觉得自己玩这五个一组就够用了，试试五个的效果。还是老规矩，马达分五个一组给粉丝发走，希望我的粉丝能好好对待他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了。